肯定句是如何变为一般疑问句的呢？口诀如下：有必提必，有情提情。这里边的情指的是情态动词，比如 can、may、must 等等。那么无必无情，要借什么呢？借助动词来帮忙。助动词有三个，原形是 do。单三是 does， 过去式是 did。好，请看第一题 ，She is a teacher。有 be 动词 ，be 动词是 is， 把 be 动词提前 ，is she a teacher 就可以了。第二题 ，He can speak English。有情态动词 can， 把情态动词 can 提前 ，Can he speak English？OK。第三题 ，Lucy likes apples， 没有 be 动词，也没有情态动词，这时候我们需要借助助动词来帮忙。主语 Lucy 是单三，第三人称单数，我们用的助动词的单三形式就是 does， 把 does 提前之后呢，后面的动词 likes 需要变为原形 ，does 是个招敬，后面动词现原形。Does Lucy like apples？ 你都学会了吗？点赞加关注呗。